瞄你，一抬头啪哦，第二下。哦，所以记得我们尽量哦，我们在处理的时候，我们会故意绕到矫正。哦，先生，我来帮助你了，类似这样。哦，有矫正抗拒患者。好，请问各位，我如果要开车子，哎，我想要帮助这个人，我车子是停在这边吗？挡在事故现场前面，还是要开到后面一点？后面一点。哎，很好。